啊，要有平衡。你看到刚才我们的数据，我们的报表，我们只是启动了我们一个小小的、小规模的盈利模式，其实我们马上飙升了10倍。而且今天 IP 已经处在一个 break even， 不只是 break even， 而是已经是赚钱的公司。所以在这个整个投资过程，你可以看到投资 IP 上这个非常低的公司，因为我们也知道嘛，我们不需要花50千做月子，其实他的月子。政府，你们很多医疗体系，我们在注重是在医疗体系吧？大家不要不对啊！感谢大家的努力，最后还有小小时间，好好感谢大家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到南海的领奖，好运气。还是那句话，其实现在各位100位都是我们潜在的投资人。我知道，投资人很多时候都是女性投资，但是在医疗企业，很多都是感性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大家，我所做的23件法师，你们感觉得到吗？可能你们感觉不到，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父母亲、你的老人家在23件法师，你们感觉到吗？你们感觉到吗？有一个很好的平台给我们学习的时候，你看到你眼睛里面的热忱。今天我做 Medicap 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我的学生，他们继续我的。很多人都说2000被下载的时候接近，但是2000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。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他的很大的是。我努力，因为我从2020年疫情令我们有压力，生活压力、工作压力、生命压力，结果好下去了。不管你今天是做医疗的，还是做医疗的，生活好就好，不管在做什么工作，就是我们不想强调我们做的教育，我们不是只做医疗，医疗大家都懂，我教育大家怎么才是可以，什么才是好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们选择投资 Medicap， 选择相信 Medicap， 你们投资的不单单只是一个有回头的公司，你们也是投资一个你我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的良心企业。谢谢大家。我们的名字是叫做安居科技公司。大家可能会在想，我是一个老师练，因为为什么把名字叫做安居科技？那是因为呢，我从小就对双胞胎有一个很特别的情感结。双胞胎在广东话里面叫什么？妈子。妈子，妈子，妈子，所以我就谐音取了这个名字，妈子，妈子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双胞胎的基因，可是我可以在我的月子中心里面圆我的梦。那在这里，其实也说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我曾经呢是因为我的孩子，他是我的初恋，是我非常非常的宝贝。真的是深深体会到成为妈妈的这份荣耀和不容易，所以那时候我也因为我自身就是坐月子的一些情况。